对，你在那当下就想说，我现在是作奸犯科还是杀人放火？他气死我了！就算被骗，那也是我的钱被骗，你怎么比我还生气啊？你现在手上那个是真的吗？他问我说，包包是不是真的？我也很想问他家暴是不是真的啊？家暴是真的吗？然后他如果说假的，我说假的在那边，对不对？懂意思吗？他只是问出大家的心声，对，这个是一个主持人应该做的事情啊。如果我反戳他，我也可以做到一个来宾的效果，可是一定会有人酸民说你干嘛攻击人家、嗯、对，所以我就把那句话吞回去。很多事情你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嘛，真的也不一定会让你看到。旁白哥抱抱，王思佳走过假包风暴，像吃人地狱，不怪板妹切割，谢谢小 S 蓝心湄。他又出事了，太棒了，今天点击率要爆了，整个办公室欢声雷动。对，王思佳已能笑看自己的破事，去年被指拎的爱马仕包是假的，卷起滔天巨浪。他晋升两个多月，让酸民尽量骂，顺便把心情写成书当了作家。当然也要谢谢我过去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啦，是，不然怎么有办法集结成册？然后也希望借着这本书为一些人加油打气，他感受到我的绝望了，所以他觉得有希望。看起来对大家而言，这个艺人的工作好像中间有停摆。我相信那个时候如果我要出来，你们还是开心的。大家其实想要看一场戏，就是血流成河。如果是我今天吃瓜群众说打起来啊，拿证据干爆他啊，黑红也是一种流量，何乐而不为？我没有必要想要去走这个操作，血浓在舟也能覆舟嘛。虽然看起来很爱绅士，但其实我某部分也蛮怕事的。那时候就讲什么就错什么，真的是地狱啦，吃人地狱，他气死我了。就算被骗，那也是我的钱被骗，你怎么比我还生气啊？就好像我是一个杀人凶手，然后做了一个十恶不赦的事情，然后我应该要出来下跪道歉。但你冷静想想，我又做了什么？还说我看不起穷人，我心想说 ，when 都什么都不对、啊，所以我那时候才会选择安静。但我选择安静的做法，也有很多人觉得太不像我了。他怎么会那么安静？他一定心虚了。我一直去跟他解释，他只会说干嘛、啊？你急了哦？你干嘛那么紧张？哎呦，这么怕我误会你？其实我讲真的，切割有何不要？大家断尾求生很合理，我也不可能怪他。然后还有品牌就直接在聊天室就直接说明年继续续约，不用担心。其实他们都可以不用这样子的，就我讲真的。可是当他们说出这些话的时候，都会让我觉得说啊，这样就够了。我先生因为他在国外长大，他们都很习以为常。他甚至跟我说，你看那些好莱坞明星每天要被多少人骂，他们不都活过来了？我说但他们有大麻啊。你现在手上那个是真的吗？他问我说包包是不是真的，我也很想问他家暴是不是真的啊，家暴是真的吗？然后他如果说假的，我说假的在那边，对不对？懂意思吗？他只是问出大家的心声，对，这个是一个主持人应该做的事情啊。如果我反戳他，我也可以做到一个来宾的效果，可是一定会有人酸民说你干嘛攻击人家、嗯、对，所以我就把那句话吞回去。在我那个当下，观众就是想要看我被亏，我要疗愈他们、嗯、就是哦，他也有今天，你看他也被人家亏，对不对？你、嗯、看这个 S 姐就是敢问，我还谢谢他问，让我有机会可以回答、嗯、我觉得女大也很像我第二个家，让我可以去跟大家分享。心湄姐真的是一个很暖的人，我很谢谢她。说会不会在讲包包会，当然会啊，我就留到一些我特殊的款，有没有拿出来，对不对、嗯、这时候才是怒打脸嘛。但你说走过这一招有没有变得更强？哦，肯定有。很多事情你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嘛，真的也不一定会让你看到。娱乐新闻好有禅味的领悟啊。报道，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，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天天小可吉祥，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。